台电在大里区瑞城里内有两条特高压电缆穿越，并且设置了九座电塔。而这民宅上方密密麻麻的高压电缆不但影响房价，居民更忧心健康出现问题。十多年前地方开始抗争要求迁移，最近终于获得回应，台电近来展开电缆地下化的工程，预估年底将会还给居民一个干净的天际线。来到草湖溪堤防，往大里区瑞城里方向看过去，可以看到两条特高压电缆线贯穿里内，上方布满密密麻麻的高压电缆，有些甚至紧邻民宅，不但影响房价，更让居民担心健康会出问题。因为阮家哦，自我做囡仔就开始拢有电跳啊啦，哦啊，大家里面拢受影响着啦，啊，所以即马都大家都安尼咧抗议讲，这都爱地下化啦，对无？啊，安尼对这个里面这大家啊好爽啦，安尼。这个高压电对住户的影响力很大啦，因为健康啦、环境啦，还有一些污染，都造成居民的不方便，也影响健康。台电在瑞城里沿线设置多达九座高压电电塔，地方不甘长期遭受如此大的压力，居民十多年前开始抗争，要求台电迁移。不过因为连接站土地问题，以及美群路下水道工程影响，让下地工程一再延宕。在多位民代的协助下，终于获得回应，台电近来也展开电缆地下化工程。我就有两条大线，一条咧是16万1的福特，一条是6万9。所以首先这边非常感谢咱台电公司的，要先对今年都预定伫这个吼4月5月，这个16万的福特这条咧要先下地，因为阮这两条大高电对阮水城里的住户咧是安尼伤害非常的大。这两座咧高压电咧是对咱无方变电所怪，那个家咧因为以前吼当初已经。中咧，伊就高压电队，高压电队中间咧走所有的地下化，对美军路走对光明路迄边带落去哩，所以伫阮水桥里这边的高特高电是完完全全的弄下拆除。台电表示，目前经过这一区有两条特高压电缆，其中一路是16.1万伏特，负责供应大里工业区用电；另外6.9万伏特的，则是台中北区和东区的主要用电。下地的缆线工程如果顺利的话，预估年底前就可以还给居民一个干净的天际线。接下来，秋风台中采访报道。